好，请跟我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大威德金刚。南无大威德金刚。顶礼宗喀巴大师，顶礼宗喀巴大师，历代传承祖师，历代传承祖师。好，请放掌。佛教讲大悲心、菩提心，虽然我们想的意念到我们的父母祖先，但是呢，功德呢，是希望能够空性平等，所有众生都是父母祖先，他们得到了这样的超度的功德、修行的功德等等，如何让自己时时刻刻保持在这样子的状态？就像我们现在虽然人不多，但是大家在做甘露施食，那招请的是十方法界六趣有情，所以对境就是对所有众生。希望他们都能够同来带道场消业障，发菩提心，嗡三昧耶萨多梵。这个嗡三昧耶萨多梵也叫普贤菩萨心咒，那事实上是也可以说是佛教最圆满最高顶点的戒律啊。那哪一位可以把三昧耶戒守的100%圆满呢？那叫佛了啊。所以佛就是永远永远安住在空性大悲不间断圆满菩提，在普度众生。那当然如果我们学佛，就希望能够像佛的心一样啊，以菩提心做我们的心，叫三昧耶戒。所以在日本有一位到我们中国唐朝留学的，又回去日本弘扬唐密的空海弘法大师，还有把三昧耶戒变成他的愿力，这四句话各位能够经常背非常好，哎，念下来。虚空尽，虚空尽，众生尽，众生尽，涅槃尽，涅槃尽，我愿乃尽，我愿乃尽。所以请放掌，整个虚空啊世界都已经得到清净，这个净，这个净就是已经得到完全的净化了，但是它这个是尽力的净啊，所以所有众生也都度尽了，而且所有世界众生都安住在无苦的状态，涅槃乃是停止轮回了，我愿乃尽。所以在日本的佛教高野山，他们就100%相信这位空海大师还活着，因为他的生命不是肉体，是个愿力，所以他们就照时间一直供养，一直供养，早餐中餐变成在高野山很重要的仪式。那很多功德主啊能够去参与这个，拿着便当啊供在里面。我有一次去，他们也安排我们都去看啊，都去供养啊。而且有一个地方一看，那个空海大师的影子都还在那边啊。所以我想信心很重要，就像很多人念到观音菩萨他就看到观音菩萨啊，等等等等，这个信心。那我想每一个佛菩萨都像宗喀巴大师一样，都是时时刻刻在关怀的众生。我想各位做过父亲母亲的，那不可能不关怀子女啊，是永远的在关怀子女，只是因为我们的无明，隔了一个投胎轮回就忘了对方是我的父母子女啊，甚至还去欺负他。所以一只猪也好，一只牛也好，都做过我们的父母。为什么？因为你让你见得到面的，没做过你父母你还见不到啊，没有做过你的亲戚朋友你都见不到。那如果做过你父母的，大部分也做过你的先生跟太太，也更做过你的儿子女儿
啊，只是在不一样的时间投胎啊，它显现不一样。比如说，哎，你的妈妈，你现在18岁了，那你的妈妈投胎在你的学校啊，所以因为她跟你有缘，一定会在同学校，我同一个区，啊，她现在也18岁，所以你就会娶她做太太，啊，所以而且两个相看就抓住了。但是因为搞不清楚这是为什么，但是就是个很强烈的印象。所以甚至我曾经认识一位老修行者，他的福报很大，他应该是升天的。那后来有一位法师就跟我说，他没有升天，他本来可以升天的，他马上又来投胎。为什么？因为人往生以后啊，中阴身的时候，就是说你往生中阴身，你的过去式你都知道了，你马上就记起来啊。所以这是中阴身，所以要利用中阴身来修行跟成佛最快。你宿世的愿力啊、因缘啊，你都马上看得见，然后你又来投胎又忘了。所以当他要升天那一刹那的时候，哎，看到他的情人在世间投胎了，所以他马上就来了，就这么简单啊。所以各位修行为什么要修波瓦法，就经常希望中阴身的时候还保持正念。甚至我们一个人要去投胎的时候，大家多为他念佛啊、诵经啊，让他保持正念，不然呢，按照他的中阴身还看到这个事情，所以他马上心又变了。那我们修行人也是这样，你现在每天一直累积资粮啊，一直拜佛，一直修行，或许你会觉得好像没什么进步啊，很短，但是他在你的潜意识都种下这个因呢、啊。哪一天你在中阴身的时候，那你就会恢复，也包括你前世的愿力，哦，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啊？所以你会按照你的这个愿力往生净土，或是像各位这次来德国，搞不好你发了一个很大的愿，我希望将来能够学德文，在德国弘扬佛法，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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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就像住持帕登格西一样，他会什么？这辈子会到德国来啊，一年10个月在德国啊，建立了5个道场，这都是他过去的愿，所以他在这一片土地发过这个愿。不然你就会想，真的要去弘扬佛法，到处都可以去啊啊！如果真的要为了护持道场，那应该去马来西亚、台湾，不是钱很多吗？啊，在德国这个很难的啊，很难的。但是他这个也是他的因缘愿力啊，就发这个愿。所以我想无论如何，我们每天所做的做同一个事情，阿弥陀佛阿弥陀，天天在施食，他就一直在累积了一个很善的因，在佛教里面也叫善因力啊，这个力量将来就可以帮助你，你要发菩提心。但是如果是恶因力，那这下可惨了啊，就算你出家他都让你发疯，你不出家还没事，你出家以后让你去做坏事，坏的比在家坏几百倍啊！因为他中了一个恶因的力，再加上他一个起心动念，然后就他就不可能的事情他都做得出来。所以各位平常一定要念一下随缘消旧业啊，多忏悔，碰到什么事情就忏悔啊，有逆境就忏悔，帮不了别人也要忏悔，忏悔以后就要马上发愿啊。所以忏悔就是把不好的停掉，要不好的因种都断除掉，那马上发愿要积一个好的因种子。因为我们一个目标就是为了要成佛，要成佛。昨天居士问了一个问题，问湛江法师，他要我今天回答啊。这人他修行一定要有一个决定的方向，那这个方向不能变啊，但是基本的方向就是解脱，解脱生死。但是因为解脱这是个人的事情，所以如果众生都能够解脱，因为众生的父母这些都离苦了，那才是我们解脱的意义的所在。所以就马上把这个出离心转为一个利他的菩提心啊。那为了要
帮助众生，那你一定要成佛。所以发菩提心是成佛的因。那既然发了菩提心，那你应该怎么样的去圆满成佛的功德？那所以你一定要消业障，断我执啊。所以我们叫消除恶障、烦恼障、所知障，所以要达到人无我、法无我，这还不够，还要累积广大的资粮，那就是波罗蜜，那叫福慧双修。那各位，你每天都要告诉自己，这就是生命的方向。当然，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在追求快乐、有情众生，但是这个快乐有这种暂时却不断轮回的快乐，还是就近解脱来自帮助众生的快乐，那你要去思维。抽烟、跳舞、谈恋爱，就像昨天我们湛江法师讲，听他年纪小小就发大愿了啊，对不对？这个叫什么？一炮而红。我也要去思维，为什么变成早产儿呢？啊，所以我一直发这个愿，我生生世世不让我母亲受苦啊，乃至在我妈妈怀孕的时候，到我生下来，一点都不能用让我妈妈受苦，乃至在成长的过程，绝对不让母亲受苦啊。所以有这个愿也有好处，所以做什么事情都会想到爸爸妈妈。啊，大概因为，但是我只有发妈妈，大概没有忘了发给爸爸，所以我对我爸爸有一点不太公平啊。所以，但是我妈妈自从怀孕我，她就跟我说，都没有痛苦。前面大哥、二哥啊，还会什么害喜啊什么，然后生到你完全都没有，然后绝对要生了，跑到医院刚躺在床上就生下来了，还来不及痛啊。然后生下来以后就很好养，也不喝他的母奶，也没母奶给你喝啊，所以谁来抱你都接受啊。当然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要自己要这样发这个愿啊。所以因为我想母亲也好，父亲也好，你也叫慈父悲母啊。父亲代表给众生快乐啊，母亲代表要承担对方的苦，那事实上慈悲才是我们的父母啊。但是千万不要把无名为父，妄想为母，对不对？所以父亲代表智慧啊，所以一定要转变，转变。所以我们人生的方向就是离苦得乐，但是离苦得乐一定要断无名妄想啊，开发慈悲与智慧。然后要这样子一直去意念，一直去意念。所以当然我也听到妙贤法师讲，但我这个人很认真啊，因为我坐在那边他们就不好意思讲，我只好躲在楼上或者看个小手机啊。不过我听佛法有一个特点，只要是重点我听一次永远都背下来，我就不用去思维。所以各位有时候要让自己的心像海绵一样啊，真理都记下来，坏事记不下来啊。别人骂你骂完忘了转头就忘了啊。别人欺负你打你忘了，转头就忘了，因为我要做什么事情。所以各位，你的内心你要去分析，你是属于那种烦恼型的还是快乐型的。快乐型叫自在，所以他不会去记这个烦恼，但是别人给你一碗水你永远都记得，我要感恩啊。但是痛苦的事情、被侮辱的事情，就算了啊。我有这个特点，所以啊，以前年轻的时候做了很坏的事啊，他们打架，我也曾经被用枪抵着头啊啊。然后那时候好像很激烈，但是一离开呢，我又去喝咖啡，又忘了啊。我就不会，因为我认为过了就好了。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一个人喜欢记仇啊，那你就说这个是我出家也是个很好的助缘，因为我的儿子有我这个特性啊，他永远不记仇啊。也就是说他被他妈打了，我拿一块糖果给他，他早就忘了
他就吃糖果，他就讲快乐的事情，这个对他很好，对我也很好，因为我觉得说，哎，我这样我出家，他就不会有这么大的痛苦，啊，所以再大的痛苦，像我妈妈，我也有点佩服着，她身体从我年轻看她生病的时候，我妈妈好像一辈子都在生病，但是她会马上忘了，她不会一直记那个痛，所以她就变成不怕痛，啊，那不怕痛，这也是个问题，不怕痛就不想解脱啊，啊，所以她对她来讲最重要的是情，对儿女啊这种情，啊，她要抓得很紧，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所以各位你要去分析你自己，分析你自己的优点是什么，你的缺憾是什么，啊，就像我想我们卖一个产品，为什么别人卖那么好卖不好，我们的缺点是什么，我们还可以改变的空间是什么，那你要去思维，你不能随着时代进步，人家已经在 iPhone 了，你还在拿那个手榴弹手机，啊，你的思想是古板的，那这样就不能配合，所以在西方人叫 timing， 你要把这个抓得很紧啊，整个世界的趋势。所以我也经常去看那些领导人在演讲，那些最出名的影歌星，他们为什么能够吸引众生？这是大乘佛教很重要。今天一万个法师合起来都少了一个电视明星啊。所以为什么这个人死了，像 Michael Jackson， 我也经常看他，为什么他死了还这么多人在看他的影片啊，听邓丽君的歌，对不对？这些东西你要把它，佛教里面万法皆为佛法，只是你不执着用它的好处，这样就好了，这叫什么，你来转为道用。那各位要会修啊，就是你把任何境界因缘这些虚幻的转为修道的用，而不是隔离啊。佛教里面讲的真理是在世间离开方便找不到究竟，记住啊，离开方便就是离开这个世间，把所有的一切你看不到真理是什么。所以佛陀特别要讲色即是空，佛陀并不是因为讲空而排斥色受想行识啊，所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所以你要找到真理，佛法不能够离开你所看到的、所接触到的，包括你的身心世界。那只是你要用一个真理的眼光，正确的去使用你的身体，使用你的感情，使用你的思想，使用这世间的一切关系。所以我想各位也不见得说你这辈子会出家，但是你要利用你跟你父母啊、夫妻啊、子女啊、亲戚朋友啊、社会关系啊、生老病死啊，拿来转为道用，转为修行用，特别是逆境的时候，逆境痛苦的时候。所以我这个人最大的嗜好就是赌博啊，跟钓鱼，就这两个嗜好最强，强过女人啊。我可以不需要女人，不要谈恋爱，但这两个对我很强啊。但是当我开始了解佛法了，那这个是我一个助缘。你看钓鱼那种最早走、最早来、最晚走，然后一只浮标在那边动也不，整天都不动，你还不走，因为那种意志力要有啊。赌博我很少赢，都是输还保持风度的，打不死的蟑螂啊。那是因为我输了很多钱，但是我绝对不去骗钱，我绝对不用不道德的方法。所以要是别人骗我的钱啊，我还是，这就是我的因缘啊，跟输了一样。所以我那时候虽然输心情很不好，但是我是输钱却牌品最好的那一个，还是微笑，还是买东西给对方啊。所以都到自杀边缘了还不自杀的人，但是这个也是一种习气。那这种习气只是没听到佛法，那听到佛法以后，各位你会觉得行菩萨道就是那种自杀的阶段，那最痛苦的状态啊，在最痛苦的状态里面去开发智慧。所以昨天我听他们讲啊，
年轻像我们妙贤法师上班看到一朵花，所以他们生命很单纯啊，我们湛江师也很单纯，国中高中那就是很单纯啊，这是他们的善根，但是也是可以说缺乏的那一部分，也就是说生命不够精彩啊。但是这个生命这个精彩一定要不是说自己去精彩，而是你要把的所有众生的这种很复杂的这种快乐跟痛苦变成你的感受，然后怎么样去体贴对方，就关怀对方啊。做个比喻好吧，就像我年轻的时候，我这个人以前没有什么夜总会啊，就是买拿个小什么唱片机，找黑黑的地方，然后放唱片跳舞，在台湾就这样嘛，对不对？那个最好是空房子没人的，然后就一批年轻人在那边，我就负责放唱片的啊，因为我很喜欢听音乐，好听的不好听的，这个时候要跳快的，这个时候要跳慢的，对不对？我负责放的，我负责放。那负责放，当然我就是希望对方跳得很快乐，而且很有气氛嘛。但是有时候人放奇怪，什么为什么几个小姐没人请了？那他们不是很痛苦吗？我放这么好听，怎么没有男人去请她呢？一般都是比较胖啊、比较黑那种的，当然没人请啊。哎，那个时候就那就是我的责任啊。所以我每次都去请他们，轮流请他们。啊，这个很好的习气呢，这个叫慈悲。啊，我不会嫌对方丑，啊，而且我就会去就讲很好听的话给他，讲很好听的话给他，也是希望他很快乐。他不知道原来放唱片这个才是最帅的，啊，最体贴的，啊，所以。就是这样，但是别人长得很漂亮，我说这个不用我照顾，那别人都会照顾他了，不用轮到我了，所以我就一直这样。所以我从年轻所谓交女朋友，都是人家他打跌破眼镜，你是台湾话叫把酒口拉吧，你这个眼睛有问题呢，你也不是长得很奇怪的人，为什么找一个很奇怪的人？我记得有一次大学。我带一个女生去学校，人家班最大的，每个都带一个来，很漂亮。因为我带那个女生又矮又黑又龅牙，然后大家，你这，对，你这个你姐姐没有，我没有学。我说对方化妆那么漂亮，什么你讲她丑？啊，为了参加这个，她已经化妆得很好了，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习性也是过去是培养的。这个习性就是说，你没有个人的喜不喜欢，只是说你只想到对方而已。所以我认为这个也是一种善根呢、啊，这种善根啊。结果呢？结果结婚的时候却娶了一个最漂亮、最有钱的啊。所以，那这个也是个因缘，因为是我的丈母娘要我结婚这样啊。所以我觉得我丈母娘那时候很可怜，如果我赶快结婚，她就可以跟我住在一起，啊，就是这样。不过我讲这个就这个叫习气，这个习气，如果你现在不从日常生活一直去培养这种服务众生、体贴对方的习气、柔软心的习气、无所求、无所抢的习气，而且一种。失败的习气、孤独的习气、不以人争的习气，你要一直培养，要一直培养。如果你现在的生活环境是属于那种竞争的、斗争的，那你最好先离开那个地方。啊，就像早期他们叫我去美国留学，我说我这不能去，这一去回来我不会叫我爸妈了，啊，我可能会比较自私一点、个人主义一点。啊，我要找的环境是那种比较柔和的，啊，所以我就很喜欢去缅甸啊、泰国啊，我觉得这很好，啊，他们可以去做很多事去帮人家嘛，他不会一直往争，所以我讲菩萨的习气不是往上，是往下，啊，哪里有苦难，啊，哪里需要帮助，要往那边去，所以。我常讲一句话，我在年轻，他们叫我出国留学，不要在骆驼里面做羊啊，笨，要在羊群里面做骆驼啊，那你可以去帮他们嘛，
啊，但是大部分人都是朝上。那基本上在佛教是这样说的，慈悲的功德等于供养佛，供养一切佛，啊，就是是为了慈悲，所以才去追求成佛之道，可以。那所以不能够离开往下的功夫，尽量去体贴对方。所以我想这一次我们人虽然不多，那各位要想办法去体贴对方，吃饭啊，睡觉啊，讲话要讲那个对方喜欢听的话，不要讲那个对方不喜欢听的话，所以任何一个动作，那你要从你家里开始做起了。像各位现在是有家庭，你不见得会出家或不出家，但是无论如何，就像我那时候认识佛教了，我对我太太啊、家人啊、兄弟姐妹啊、公司啊、客户啊，好到不得了啊，特别是我的太太啊、我的丈母娘啊，因为我知道我可能会出家了，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一辈子该对他们的好都给他们了啊，因为我知道我出家以后啊，不可能用行为去对他们好了，一点点都不敢，一点点都不敢，所以我有时候在法会看到我过去的太太，她看东我就看西，心里会想给她，但不敢看她。啊，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一看她，她已经痛苦那么久了，然后再看她一眼，然后她继续掉下去，那是太狠了。所以我那时候我要出家的时候，我师父没帮我剃头啊，我就哭啊，我说师父啊，这为了我要出家，我那个太太都快自杀了，我那个儿子啊，为了我也苦得要命啊，我父母啊，为这个事情也不知道怎么办呢、哎，你就赶快啊，我自己倒无所谓啊，对不对？因为你越没有一个决定，他们就一直在挣扎，可能会发生问题啊，开车都去撞人了，甚至要自杀了，那种折磨我们受不了。所以我讲这个重点很重要，各位，如果你要修菩萨道，你要有一个不忍众生一点点苦的难忍大悲心啊。有的时候各位讲话要注意，比如说这个人做错，你骂他一句，这没悲心了，你这句话这么狠，你怎么可以骂他啊？虽然他错了，但你这句话一骂，他心里会痛得要死啊。除非你让他感受到这个悲心只是提醒他，而不是一种谴责他、气愤他。所以我经常告诉人，千万不要用文字去骂人啊，写一封信里面每一个字都是垃圾的啊，你要么就不要写，一直骂，从头骂到尾啊，那你要让对方天天看一次，天天气一次，这样啊，那这个是很毒的事情。那这一点就是说，那这个习气要培养。我讲这个希望各位，你要从小到大你要去回忆你的生命的心理路程，你要去回忆，那你才知道你的心理路程哪里是有缺憾的啊。好，早餐吃完了，进入正行啊。各位要学这个，人不能太严肃啊，你要跟人家讲佛法，要先讲一点对方喜欢听的啊，最好跳一段舞，吃点好的然后呢就开始，就像开胃菜，知道吧，开胃菜，然后呢就开始要吃饭了，因为饭实在不好吃啊。但是因为我们要各位受过五戒，然后今天还要传十善业戒，为什么？因为要受菩萨戒啊，就一定要有这个基本，十善业做基本。就像昨天各位要受沙弥戒，有人问我说，师父怎么那么早就受戒，应该多讲解一下，等我说讲完以后，你只要一天可以受戒了啊。先受戒嘛，先得戒的功德，我们汉传佛教是这样，先给你所有的传承，然后你再慢慢修啊。汉传佛教的特点就是这样，就像我去接受天台宗的传承，那个觉光长老神不错，都给你们了，我说、这样一下就解决了啊，然后你就慢慢修吧啊。唐密也是这样，他完整的给你唐密的所有的传承，然后再来就你慢慢修。那藏密可能不一样，藏密刚好倒过来，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很好玩。这个藏密说一果地的功德，对不对啊？那我们
汉传佛教叫因地的功德，结果汉传佛教的因地的功德先给你果，这样啊，那你去修，那藏密就是一步一步传了、啊。哎呦，四加行、五加行，搞了好几年，啊，结果还得不到，对不对？啊，所以你说这个很特殊的，所以我认为要有善巧方便啊，因人而异了。啊、不能通通都一样，这个人适合一下就给他全部，这个人适合一步一步来，而不是说藏人就是这样，汉人就是这样，南传就是这样，也被文化卡住了、啊、要因材施教，所以这个因材施教变成善知识非常重要、啊、因为如果谈理论呢，你怎么谈理论都没有办法、啊、巴利文说可以吃肉，汉人说这不能吃肉，藏人说我上次吃我就吃，上次没吃我就没吃，就讲这种话有时候会脱离佛陀的教法，我们要听的是佛陀怎么说、佛陀在什么时间说什么话是不一样的、在一开始是可以三净肉可以吃的，因为那时候对的是解脱道，后来慢慢他们四圣谛可以接受吧，慢慢引导走入菩提心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自定哎，绝对不能吃肉了。我这个佛陀是因地制宜，所以一个好的老师，各位如果将来受菩萨戒，成为一个好的老师，那你必须对整个的前因后都要发都要了解啊，在什么时候讲什么。所以地藏菩萨最强调这个，地藏十轮经里面，你针对什么根器，你要讲什么法可以。那如果你要了解对方是什么根器，那你必须要有很强烈的生命的经验跟悲心去接触到对方的苦啊。就像以前有一部片子，有一个警察，这是美国片吧，他为了要找那个毒品，那边都是同性恋，所以他也去做同性恋，对不对？他去做同性恋，了解同性恋的习气等等等等，他才能够进入在里面慢慢了解他们。所以在这一点，如果你一直站在保护自我或者跟众生画一个框框的话，那就不行啊。所以你要无限的，当然话又讲回来，我必须告诉各位，今天你拜某一位上师师父或是某一个佛菩萨做你的本尊，做你的依止，有一个最可怕的是什么？这个就是其他都不是，那是最可怕的邪见啊。那佛是要我们，你以依止一个佛菩萨，那所有佛菩萨都是你依止的对象，只要他的优点。你依止一个上师，那所有上师身上的佛性的优点都是你要学的。你不能有分别，说我是格鲁派、尼玛派，我是汉传，所以我不念你的啊，因为我念我的，我不念你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汉人还比较有福报，因为我们比较客观。所以就算藏传佛教四大教派唱念都不一样，但是各有精髓，我们要学啊。南北传佛教，甚至像各位到欧洲来，你要多去观察西班牙人的特点是什么，葡萄牙人的特点是什么啊，欧洲人、德国人的特点是什么，法国人的特点。什么叫成佛呢？你拥有所有有情的优点在你身上了，叫佛。你没有任何众生的缺点，简单的说，人有 O 型、A 型、AB 型、B 型，所有血型的优点在你身上都有，所有血型的缺点在你身上都没有，这个叫佛。所以用这个立场去学，现在学校的读书呢，有一个缺点，我为了拿到我的学位，我不管别人，这样，所以读出来的就是有框框了，有自私了，而且要凸显自己，所以我要成为一个博士啊，如何如何。不能把你提高，但是却把这个金字塔的底下通通切断了，所以就变成一种本位主义、自私主义，就是离佛法越来越远了。那释迦牟尼佛有一次他成为一个小朋友，他爸爸妈妈送他去学校读书，有500个小孩子，结果他去学校读书就像我们湛江市，我只读华严经，其他我都不读，这也错误。你还是考第一名，但是你还是会读华严经，不然你等于抗议，你跟现实生活断掉了，对不对？让老师烦恼。那释迦牟尼佛以前去学校，他读书他都比别人优秀，
但是他告诉所有的同学，生命的目的在于帮助其他的生命离苦得乐，那这个叫发菩提心。他一直跟同学讲，他除了在学校是第一名，他让同学找到最高的生命的目标，结果500个童子通通一起出家了，这是佛陀的方法。从小，所以我从我儿子身上也看到这个，他6、7岁去幼稚园，就叫人家吃素啊，吃素，给他饼干，他要问有没有蛋，还带人家去素食店，连老师都被他影响。我从他身上学到一个，哦，小孩子也可以有，小孩子那个力量很大的，所以很多阿公阿嬷是因为他孙子吃素被他影响了。甚至我出家是被我儿子影响而做行动的决定，是在那个我妈妈生病是我心的决定了，我要出家。我儿子要我出家是要行动的决定，他可以影响我，所以那这个就互相结的缘吧。后来我的师父也跟我说了，那个时候护法菩萨在我儿子身上，所以我儿子在演一个大人的戏而已。等我出家以后，他就变为小孩子了，这样，所以，但是看到我，他尊重的不得了，所以，那我想各位这个护法菩萨会，讲到这个我还是提，一个堕胎胎儿，一个鬼，他可以让你儿子像神经病一样的去伤害你，各位冤亲债主。一个鬼可以让你得癌症，可以制造车祸，可以让你先生打你，可以用各种方法伤害你，一个鬼那何况是这些诸佛菩萨护法神，他可以扭转世界的，改变世界的。所以我很希望各位经常思思思想这些孤魂野鬼，你不用问他有没有去极乐世界，你这样对他很好，他对你的助缘不可思议。我们无所求的去做，你会发觉这个世界怎么这么顺利。哎呀，担心是多余的，保持悲心就好，走到哪里反正就是慈悲吧。所以上回我们去马来西亚过海关的时候，我忘了讲，我说每一位法师哦，行李啊护照过关的要对那个帮你盖章检查行李或办机票的服务员要对他慈悲哦。我马来西亚没有我喜欢谢谢你，你要忘了他等一下就找你麻烦，真的马上就找你麻烦就所以后来我已经知道，反正就保持慈悲就没事有一次去英国要过关，那个人是考试啊，但是他考我的时候他跟我问佛法，问到有兴趣了，害我在那边猛念英文有兴趣了，哦，这个好那个好，对不对他问我你要去哪里，少林寺干嘛， meditation， meditation 是什么，对吧一般外国人讲反正就是打坐打坐。我说 no， meditation is mean love， I love you is meditation for everybody for all the sentiment、我就跟他解释挺不错，这样盖章盖得很用力那种微笑多灿烂，像个女人看我一样，他是男人因为你要把握那个机会，你不能跟他对立，你一跟他对立他就跟你对立，因为他用那种怀疑的眼神看你。不过我走来走去，全世界最凶的海关莫过于加拿大所以每次他们叫我去加拿大我都屁屁喘但是就是要一直要修炼自己人家看到我像美女一样不要考我所以也对我很好，这样可以。好，废话连篇，这就是佛法，知道吗？做人不能无聊啊！各位男人回去陪你老婆聊天，聊天聊到天亮，聊的都是佛法，而且这个不错，对不对？事实上，我对我过去的太太，在我出家以前，我真的对她很好，我每天就准备最好的故事给她听。最动听的儿童故事给我儿子听，我一定要在我出家前对他最好。但是我知道我出家以后，我一句话都不会再说了。这个要放得下，断得很干净了，不能有什么藕丝什么，藕断丝连。我连一个电话都不打，
都不会，因为这一点你要弄得很清楚啊，不然的话会让自己的心也乱，对不对？让对方没有办法走上自己的路啊。但是回向我是继续回向这样而已，所以但是你要怎么去规划啊？然后我刚刚讲的重点是希望各位，反正现在呢，什么叫慈悲与智慧呢？那就是一直去关心对方，去想对方怎么样能够更好。我要用什么心？你也想以心传心啊？对对对，这个叫咒，这个咒不是光念哦，而是你有准备这个心态，透过这个声音，希望对方能够得到一个净化啊。对立，我千万不要对立，你是佛教，他是别的宗教，就是要爱他，这个叫宗教。当然我去相片上，我经常在圣母玛利亚耶稣基督那边念，很多信徒甚至出家人打电话骂我，海涛法师你皈依外道，不是皈依，祈祷祈祷圣母玛利亚爱众生，对不对？祈祷圣母玛利亚有观音菩萨的功德啊，祈祷那些孤魂野鬼，圣母玛利亚请你引导来参加法会啊，在欧洲嘛，所以祈祷圣母玛利亚引导了黑死病的病魂来，因为我们天天在大修功德嘛。如果我们修这么多功德不是为了悲心，只是抢功德，那就很没有意义啊。但是所以一定要去祈祷，所以我跟阿拉也是好朋友，要一天天都要祈祷他。但是心里，如果各位你心里排斥他，那阿拉就不高兴。阿拉是一个很好的护法，摩西所罗天在佛教里面啊，但是这个神会随着你的心，你是用那个心，他就用那个心对待你；你是用那个心，他是用那个心对待你，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一定要保持一个圆满的一个利他的心，让这个神都变成佛的心，一个小小的土地公都变成佛的心。那各位要经常这样去练习。反正我这样讲的意思是文殊菩萨说的呢，碰到任何一个因缘都是当作一个菩提心的机会，碰到一个未来佛了，碰到一个绝对感恩的对象。那如果你有这个生命经验，那你就不要浪费。为什么？因为各位每天要碰到这么多人这么多事啊，那因为以这个心态来学习所有的方法，学英文学德文学科学，动机都是为了服务这个世界的，帮助这个世界，而不会成为一个武器制造者啊，污染者。所以电脑媒体可以很强烈的去播很坏的东西，但是也可以很快速的去播很好的东西，但是就差在这个人的动机对不对啊。就像巴登仁波切，我很赞叹他，他教育了所有的格西，不是要追求格西这么高的，他讲的是什么？善良的心最重要啊！所以我们港湾格西，我们巴登格西，他们都有个共同的，就是有一颗善良的心，因为他们的上司并没有给他们讲了太严重太严重的事情。那我跟巴登仁波切一段时间，他就是随时保持体贴善良，法无高下。所以很多上师到台湾去传，我要传大威德，我要传什么什么，结果我们巴丹的摩切第一次传什么知道吗？他说阿弥陀佛，他说阿弥陀佛，我现在要传阿弥陀佛啊！他弄了老半天就说阿弥陀佛，人家问他这个西上人有传承吗？啊，他说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是啊，只是你们汉人念阿弥陀佛，我们藏人念王阿弥陀佛是，这就是他的悲心。所以老菩萨很喜欢他，我阿弥陀佛有传承的啊，他教你怎么念阿弥陀佛，观想极乐世界啊，怎么悲心，这个是要有很强烈的悲心，不然他就说我们这个阿弥陀佛那个没讲成，要阿弥陀佛是啊。就像有个上司跟我说，你们念观音菩萨没加持，要念大悲咒，对不对？那这个就偏藏传佛教了，错了。明明我们普门品说念观音菩萨就不得了了。所以我经常跟很多上师说，上师你们也要看经典，我们也要看论啊，你不能偏一边哦，你偏一边好可惜，经的加持比论的加持大哦啊，所以不能废弃经典的深入。这很可惜，在藏传佛教几乎没有上师在讲经吧啊，很少，因为修仪轨啊，
那仪轨就比较枯燥了，啊，虽然是精华，但是它整个那个过程不见了。所以我认为各位在这一点有机会接触藏传佛教密乘，但是我还是要强调，密乘不是藏传佛教的专利啊。汉人有唐密，流传在日本有东密、台密，这些在我们的经典里面都完全保留，没有消失。但是你怎么也去学呢？你只要愿意发起一个真正的菩提心，把菩提心当作你的誓愿，叫三昧耶界，这所有仪轨你都可以修啊。那如果你再不放心，稍微带各位去日本去接受传承嘛，对不对？那你就可以得到这个。那你不能说那去跟日本拿，那太丢脸了啊。这个跟这没关系，日本人就是中国人，中国人就是德国人，是你有分别哦啊。所以哪里有善知识，阿底峡尊者在印度跑来跟印尼人求法呢？金州大师是印尼人呢啊，不然得不到一个菩提心的传承呢啊。而且要修这个菩提心要修12年的菩提心，实修不是每天看书啊、闭关啊、修仪轨，不是实修啊。实修是对整体众生面的关怀跟对佛法的深入，这两个要一起，才能够圆满所谓显教的菩提心的12年的修行。事实上阿底峡这是一种示现啊，示现如此而已。所以各位了解这个呢，那反正的意思是说，佛教叫我们从今天开始来，不伤害任何众生，啊，不起坏心，啊，如果你有准备要生气，你就会找机会生气嘛。你不可能叫别人不要伤害你，就是你把嗔恨心消除了，那就不会去骂人了，别人也惹不了你。所以这两个都要做，由外而内，由内而外。进一步呢，来保持善心，帮助众生的心。跟行为啊，行为你可以用你的念头去帮助他，但是就像一个空服员，他随时要准备，我能为你服务什么，对不对？而且跟你讲话不能高高在上啊，那这个我们要学啊，以后各位跟我们讲话，你要蹲下来哦，南传佛教就是这样，对不对？要如此，就不能在藏传佛教里面不能比上师高啊，对不对？因为这个代表他在你头顶嘛。那这些各位，我讲这个告诉各位，我读这个东西很容易，但是我只是要引导，用你的心去察觉一切。一个柱子里面有很多护法神啊，一个佛像里面有很多护法神，本尊都在里面。你越朝这个佛像一直礼拜，那个本尊的力量佛就是一直在进去了。啊，所以这个唐卡如果能够拜100年，再送给别人，不得了了，放在你头顶就有100年价值的功德。所以同样你身上一定要有一部经，你喜欢读了就永远读那一本，啊，那因为这本你可以去加持别人，啊，别人看了哇就了，念1000遍了呢，啊，所以有时候我去加持人家念珠，对方看我师傅你那条新的哦，那换一条旧了，啊。所以我经常去请那些往生的上师，对他供养，供养完以后，希望他把他那条念珠送给我，啊，那因为我没办法念那么多，人家念一辈子了。像巴珍仁波切的师父无尽仁波切，他一辈子念了超过好几百万遍的《大威德金刚》那个念珠在我这边，所以我有那一条念珠呢。无尽仁波切已经来投胎了，庄严的不得了，聪明的不得了。啊，这是真的是投胎的，这不能骗人的，不一样就不一样，啊，这个对色拉切很重要，因为色拉切佛学院呢，他们对这种转世的诸骨有时候没有那么重视，因为看不出他的特点呢，啊，反而格西有修行的格西被重视，但是无尽仁波切这一次来有个特点，真的表现出很不凡。因为之前在色拉切有吉天菩萨的转世，有张家大师的转世，但是转世不知道真的还假的，因为没有表现出很特殊的，包括有很多还俗的，啊，很多还俗的上师，那所以慢慢他们就觉得奇怪，那仁波切跟我差不多，啊，比我还超高，啊，但是无尽仁波切来不一样，因为他实修者，
相好庄严聪明都超过一般人，所以有大家就恢复又转世很重要。那现在大家很期待巴扎仁波切的转世，因为巴扎仁波切是在色拉切里面最受欢迎的歌席，所以很多人都依止他。所以我在欧洲地区每一个地方都是巴扎仁波切的弟子对我们很好，因为我供养巴扎仁波切啊，成为他的弟子，所以他们金刚师兄弟就会很好，就有这个好处。所以如果他来了，他能够用，所以我们要经常回向来发挥功德，供养巴扎仁波切圆满资粮，一切满愿，适合的地点趁愿再来普度众生啊。所以我一直期望巴扎仁波切不要再投胎做藏人了，因为这个全世界都有他的徒弟，现在他投胎做欧洲人、做台湾人、做新加坡都没问题，做美国人都没问题啊。但是一定要找到一对很好的父母让他修行的啊，甚至是当然如果是海外的藏人也是个助缘吧啊，然后他就能够懂得当地的文化，又能够了解了，他很尊重汉传佛教啊，所以他又会懂得中文。所以我认识一个小仁波切，妈妈是法国人，爸爸是我们北京的啊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结果非常优秀，所以他法国很好，法文好，英文好，中文好，更重要是那个外表帅得不得了，现在哈佛毕业了，那个脑筋太好了，因为他可以把五大论从小就会背了，从小我就跟他问了他就会背，要跟我谈，很厉害的啊，所以让我很感动。哎呦，人努力可以下辈子延续你的。所以我的师父特别明福长老看到他就一直哭，明福长老说，因为那时候快往生，他说他相信了，相信佛说了，生命可以延续的，智慧可以传承的啊。因为从这位以前明福长老对藏传佛教并没有什么好印象，但是看到这一位小活佛以后，他人生就变了啊，他就很精进了啊。一般当然也不是说因为藏汉人比较不相信这个，但至少让他看到了一个转世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当然转世有它的危险也有它的好处，今天如果你转世呢看起来怎么笨笨的就很失望。我去见过好几个转世，过去是哇多庄严，那转世怎么黑黑矮矮小小，我怎么一点都不像，对啊。最近诸陀仁波切来转世又不一样，相貌跟过去世都一样，但是特别庄严啊。现在尼泊尔的诸陀仁波切、天嘎仁波切我跟他很熟，长得也都一样啊，但是因为环境不一样了，有些小佛佛来就不看经典了，因为每一个喇嘛对他很好，现在手上只有电动玩具啊，你不给他就哭啊，不吃饭了、啊，这下惨了啊！因为所以我在想说，这个电动玩具比魔鬼还厉害啊！啊，这些转世活佛都抗拒不了他啊，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在这种环境，当然老师善知识很重要。